最近咧個樓市又立立地啦，但係新一年我哋講緊個大主題咧就係通脹啊嘛，係嘛，湯博士？通脹咩？不過問題係咧，通脹通常啲人話買磚頭啦，又撞正咧美國可能咧啟動加息週期喎，咁大家即刻好閉翳啦，會唔會影響咧本地樓市個氣氛同埋個樓價係咪真係已經見咗短期頂咧？